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谈论植物开花不结果，或者是结果很少，或者是根本就是开了花很快就凋谢而没有果实。然后我们再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如果你仔细地观察这些植物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你会发现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枝叶还相对的健康，那么花朵呢也基本上都做果，但是发展到后来以后，然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枝叶，就开始出现边沿的腐烂，边的烂边的现象，或者是有黑边的现象，或者是花朵开的花很快凋谢。总而言之，如果你的植物一开始长得还很好，但是后来逐渐的出现一些开花不结果，或者是花很快烂掉，或者枝叶出现问题，这往往都是植物缺钙的现象。那么在植物生长的过程当中，缺钙的现象是经常发生。最近我们谈论很多有关植物缺乏营养元素、缺乏矿物质，以及在叶面上的各种各样的表现特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观看有关的视频。钙的这种营养成分是一种 immobile 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不可以移转的营养成分。也就是如果在老枝子上或者是老花上不存在着缺钙的问题，那么只存在着新的枝子叶或者花朵上出现这些钙的问题，它不会说是把钙质从别的地方获得这些钙而转移到别的新的枝叶或者是花朵上面。所以这个缺钙的现象往往都是表现在新的枝叶或者是新的花朵上面。那么如果我们有了植物缺钙的现象，怎么迅速地解决这些植物缺钙的现象呢？我们实际上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便可以很快地解决这个植物缺钙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利用蛋壳来给植物补钙。那么现在我就秀给大家。这是我们收集的鸡蛋壳，首先我们对它进行消毒和杀菌的处理。我们把它放在烘烤盘里，然后我们可以烘烤半个小时。那么通常我是把它收集起来，等待我们烤别的什么食品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底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约能源。然后我们取出这些烘烤好的鸡蛋壳，我们进行打碎的。我们打碎可以有两种方式打碎，一种是就是用蒜臼子可以打碎，那么另一种办法，那我经常用的就是用我们的厨房的粉碎机 blender 进行打碎。你看，我们打碎的鸡蛋壳就像粉末一样，我们可以直接把这种粉撒在植物的根部，然后掺和土壤，然后浇水，我们直接可以应用到根部。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用醋进行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这个醋酸钙这个，然后我们用水稀释以后，然后这种稀释后的醋酸钙我们直接倒在植物的根部，这样的话植物就可以从根部更快更容易地获得这些钙质。我们把它倒进一个加仑的桶里边，那么这个桶里边含有一个加仑的水，然后我们把这个稀释好的水倒在植物的根部，这种办法可以让根部很快地获得钙质。
我们或者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直接把钙粉撒在植物的根部，然后掺和土，可以再浇水，这样也可以。直接撒在根部，然后浇水。好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有关补钙的视频。其实补钙很容易，我们不需要到市场去买一些成品肥料来补钙，我们直接可以用蛋壳来做。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谢谢大家。